继续要来关心的是，大拿伫咧中正路伫咧五号中道的时阵，发生到一件汽车和机车对撞的车祸，骑机车的民众受伤，倒伫咧半路中。因为即马天气非常炎热，附近都有热心的民众为伊拉雨伞来拉一头，等待救护车救援。台面分队救护车到场来救援，发现一位受伤的民众身躯擦伤，不过好佳哉人阁算清醒，伫咧现场为伊做紧急的处理了后，就紧送到大拿助济病院来救治。大拿镇中正路五号下昼时分，发生一起汽机车事故，机车骑士受伤倒卧在路中。下日天气炎热，民众协助拿着雨伞来挡日头，等待救护车来救援。大美分队救护车到场救援，伤者是女性一名，身体擦伤，意识清楚。现场予伊紧急处置后，就近送往大拿助济医院来诊治。详细肇事原因由警方厘清。58川接获指挥中心通报，大林镇中正路山前车祸救护，立即出动救护车前往。现场机车与轿车发生车祸，一名29岁女性左脚被7公分撕裂伤及腰部疼痛，立即给予清洗伤口止血包扎等处置，送往大理慈济医院就医。提醒行车用路人，驾驶车辆行经路口应该减速行驶，而且注意到行车状况，以为行车安全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大拿镇采访报道。努力与坚持，每一步都是向前的突破。每一个人都在为嘉义县创造无限的可能。破茧的曙光已出现，嘉义的希望也正在实现。再创嘉义的梦想。